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娱围棋频道。今天的时局精解呢，给大家讲解是三星杯的世界比赛，由范廷钰对韩国的罗旋。这两位棋手呢都是可以说是不仅是90后了，应该是95后左右的选手。罗旋呢，韩国罗旋是应该是95年的，而中国的范廷钰呢是96年出生的一个棋手，都是非常的年轻，都还不到20岁，还离得远呢。这个年轻棋手现在崛起的非常的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围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最早以前坂田荣南说过没有30岁的名人，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棋手，然后到了长浩古力那个年代的时候是20岁就出成绩了，而且可以说20岁是黄金期啊。那么现在的随着这个竞技体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范廷钰和罗旋这一类的棋手只有15、16岁啊就开始冒头了，所以可以看这个围棋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这盘棋呢，两位呢可以说都是95后的中国新锐的代表者，尤其是韩国的罗旋。韩国的罗旋呢，他是在韩国现在95年以后呢排名是最高的，好像进入了韩国的前10位。那么也就是在90年代这一批棋手呢，除了朴廷桓就是罗旋，所以韩国对罗旋的这个寄予着很大的期望，就是觉得当李世石这一波慢慢的退下了竞技的高峰的时候，谁来接班？那么现在看到一个朴廷桓，那么再接下去那就是看罗旋。那么中国呢，相对来讲呢，95后这一波的棋手呢优秀的棋手还是比较多的啊，像范廷钰，还有米玉婷，还有杨鼎新、李轩豪等等等等。中国在95后这一波呢现在来看呢，人才要厚度上要比韩国要更优秀。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围棋这个项目其实比厚度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是要拔尖就像那时候韩国出了李昌镐这样一个天才棋手，那么他就整个韩国棋界几乎就是包揽了当时所有的4届冠军。所以围棋因为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光有厚度是没有用的，还是关键还是要有怎么说呢，领军人物的出现。那么这盘棋呢可以说是两位新锐棋手的对抗，也是呢中韩两国在今后90年代这波竞争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盘棋他们两个之间其实有过一场之前有过一场交手，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年初的 ILG 的世界预选赛的决赛上罗旋对范廷钰，当时呢罗旋是赢了范廷钰晋级了 ILG 世界的比赛世界的本赛。不过呢那盘棋呢，我印象中是那盘棋我也在天地上写过那盘棋，所以说我有很深的印象那盘棋范廷钰是在非常优势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大优的局面下被罗旋顽强的逆转了，所以呢对于范廷钰来说这盘棋是一个绝好的复仇的机会，因为上盘棋确实输得太冤了，范廷钰心里面一定是不服气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新锐对决。那么这盘棋是罗旋的黑棋在那个他们首回合这个 ILG 的那个较量中呢，是范廷钰那盘是吃黑，现在等于黑白呢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罗旋呢是一个后半盘很强的一个棋手，我是觉得呢看了罗旋的几盘棋以后呢，我对他的印象他的布局会稍弱一些，相对来讲会稍弱一些，但他的中后盘尤其是后半盘是非常突出的经常韩国棋手呢也对罗旋的评价也是这样，觉得他的布局呢稍微迟缓一些，有点跟不上节奏就是下的比较缓慢，但是呢一旦如果说在布局他不落后，到了中后盘的时候罗旋基本上就能翻盘，也就是说他最大的强项就是中后盘。而我们的范廷钰呢也是一个
非常全面的一个棋手，他的风格不是特别突出啊。他像九五后这一波，比如说啊，李玉婷非常好战啊，李轩豪呢啊，简单明快，他们都有一个啊比较鲜明的特点。而范廷钰很奇怪啊，范廷钰呢他啊。战斗他也能战啊，官子呢他也不错，啊，他的整个呢讲呢，他整体的很全面啊，这个，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目前来看呢，范廷钰还是，我个人认为啊，范廷钰相对会稍稍的厉害一些，因为他的非常全面啊，发挥呢，整体的战绩啊，相对于米易婷啊，还有杨鼎新啊这一波小棋手呢，更加的稳定一些。好，这棋黑棋先挂了啊，白棋反挂啊，黑棋小跳，像这个小跳基本上是现在职业高手比较善用的一步棋啊，以前就我们讲这个定式，最早以前呢是猜二啊，这是比较多的，现在开始猜一的比较多，猜二呢可能就是担心被飞压不舒服。那黑棋爬过去呢有点扁，冲断呢战斗了啊，也是很复杂，但是黑棋呢并不一定有利，所以现在下小的比较多一些，小的呢白棋再走呢就对黑棋的压迫就不太大了啊，再飞下来对黑棋本身的压迫不太大，黑棋就可以脱先走别的大场，这以后将来这个地方还是依然有靠断的手段，所以现在下小的多一些，瞄着这个跨段。白棋这盘棋是选择尖起来，在前不久的那个天元对抗赛上啊，崔泽汉与陈耀烨这个白棋啊是选择了四间低家，选择四间低家啊，这个呢更加的注重于实地啊，范廷钰的这部尖呢相对来讲更厚实一些啊，当然这个棋孰好孰坏呢都是很难说的，因为围棋这个开局啊有千变万化啊，这个围棋有很多种变化开局，那么应该来讲没有绝对的正解啊，只是说棋手每个人的风格不同，他会选择的方式啊，选择行棋的方式都会有区别。好，白棋尖这个，然后黑棋立马就靠了啊，这个棋立即就靠。我是觉得这步棋呢当然也有人这么下啊，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这道棋有点着急了，因为这道棋现在我觉得一个是猜这个边也可以考虑，然后冷静的猜回去或者挂角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几个选择。这个地方白棋走也没有太好的棋，因为白棋呢这盘棋你看这个局面下，当时那个陈耀烨跟崔泽汉，陈耀烨是选择拖这个，那么黑棋靠这个，白棋接上，黑顶，这也是一个还原，也是一个定式啊。黑棋也不是很惧怕，实际上他立即靠那就不一样了。立即靠呢，是想什么呢？白棋如果搬，黑棋立即搬，这白的就有点难下了。如果这么下的话，就危险了。你现在打这个，他退。这整个被黑棋啊整个给搂进去了啊，这样呢白棋只能是委屈的求活，无论是虎反正这中央啊这个面整个就被逼进去了，这个白的受不了啊，这个局部吃亏了。那么如果你不打这个，只剩下打这个，黑棋接，白棋现在只能是冲过来，你要接上呢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黑棋下边的形状太饱满了，这效率太充分，所以这个棋必须得冲。黑棋断，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依然是不太好处理，仅仅是这样活个角就太委屈了啊！这样的话黑棋外围太厚，这个白棋吃不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靠的时候呢，白棋啊不能直接应战啊，白棋现在拖这个这是正解，对付这个靠是拖是正解，拖什么意思呢？
那么如果你再跟着我印，那我再搬，这样连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白棋有了这个拖的交换就不一样了。黑棋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本一黑棋没有去打吃啊，去搬了一个，这被白棋这样一手吃下来，这样这个局部黑的就坏了啊，就崩溃了。可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初拖的一个妙位。那么实战，白棋拖，黑棋呢这个局部顶是唯一的一手啊，这是正手。你长的话白棋一接，你这形状还是不对，还得退，这样落了后手，所以顶是正手。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棋如果接的话实际上是还原啊，就是说黑棋如果不走，白棋这个局部也就是拖一下，因为你刺呢黑棋就接上，这也没什么便宜啊，这一刺完一下以后自己也没棋下，将来被点到这儿，大家注意这个棋一旦刺掉以后被黑棋点到这儿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点，就有几段。那么你要挡呢，这又被长一下，这形状就太恶了。这个如果本来这样的话，黑棋白棋就可以接受，至少白棋不会刺这一下啊，不会刺这下出手。所以当这个尖掉以后，这个点是很难受的一个点。那么白棋局部只能贴这个，那么黑棋再顺势长，这样黑棋把目数捞掉，而白棋的形状啊不是太对劲。所以呢，这个棋白棋也不能轻易的刺这一下。那么白棋只能下拖这个定型，那么拖的话啊，自然就下身。刚才我们讲的黑棋靠也下身啊，一个还原，所以黑棋并不惧怕，不着急走。现在反倒给白棋生了一个变化。你看现在白棋顶的时候，白棋不用接了。白棋现在实战，范廷宇选择的搬，这等于给白棋啊多了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靠啊，有点问题啊。搬，黑棋搬这个，那局部已经没有棋下了，因为你走的话他打吃，他一个个提，这样我们看到出棋没有劫财啊，因为白棋你无论你走哪个劫，他这一接他下手就要断，所以这个劫黑的没有劫，所以呢黑棋也不能轻易的虎，那挖接肯定不行，挖接这个棋形就太难看了，这地方弯弯顶了一个，形状上一看就效率不能考虑，所以实战呢选择是搬啊，这是一个局部的又一个定型。但这个定型我个人觉得啊，白棋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局部白棋现在又得了一先手啊，又得到了一先手。我们来讲，如果刚才拖黑棋顶，如果白棋粘的话，白棋实际上是个后手，现在呢白棋经过一串交换以后呢获得了一个先手啊，我觉得先手呢更加的快速，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布局呢我还是喜欢白棋。认为呢黑棋这步靠啊还是有点缓啊，不过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这就是螺旋的风格，他在布局的时候一向都是缓的啊，包括韩国棋手也是这么对他，也是这种评价，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自己认为他觉得只要布局啊不落后的话，中后盘他就会有信心。走完以后白棋挂啊，挂的话黑棋这个棋自然是加了啊，这个利用这个后势夹击这是必然的啊。白棋双飞燕，黑棋压住，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考虑压这个啊，压这个呢白棋搬长，这个时候呢黑棋白棋如果点完成这个定式的话，大家注意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啊，如果完成这个定式，黑棋现在这已经有个逼在做准备，那下手棋点这长是先手，这个长的位置这点白棋只能接，那么黑棋就不会去完成这个定式，直接就爬回来，这样对白棋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首先这个棋本身目数就挺大，然后呢白棋现在整块棋啊处在一个不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呢我觉得这是黑棋比较主动的一个图。那么下来比较多呢是白棋拖这个白棋搬啊，黑棋搬，然后白棋接，黑棋接上，白棋虎一个，然后黑棋把这个子给吃掉啊，
这在棋谱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现在我认为呢，黑棋选这个呢，更加的实惠，啊，选这个的话，这半盘的目啊还是很充分。我认为啊，黑棋这样下比实战要更好啊。实战呢，还是黑棋选择了普通的压制头，那么白棋自然是顺势点角啊。黑棋不愿挡外头啊，挡这边，他觉得黑棋白棋少搬了一下，黑棋选择冲下来。接上，黑棋顶住，白棋搬接，白棋又能明快的再捞了一票实地，这样获得一个先手。现在白棋上面一个角，下面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四角的一个局面，所以呢，白棋呢实地很多，黑棋究竟这个模样有多大？哎，这是一个胜负的关键。夹击啊，这也是一个好点。总之呢，反正像这样的，我总觉得呢，黑棋步调上太慢了，这边手速花了太多啊，不是太满意。接着这儿，这样的目数是最充分的一个下法。这个局部一般来讲，我们看的比较多的一般是飞这个啊，飞这个。但是呢，飞这个呢，黑棋会有拖一个连扳，哎，这个掏角的手段啊。然后白棋如果接上呢，黑棋这就迅速的安定啊，这个黑棋也是可以满意。但是如果你要打了接的话，黑棋就可以考虑，哎，从角上获取实地。这个图相信很多棋友们应该在棋谱上看到，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定型啊。这样呢，黑棋获得角地，那么白棋获得外势。实战呢，白棋范廷钰接在这儿了，也就是说他更加的注重角上的实控，他想让黑棋直接跑出去，不想被黑棋转角。尖这个，那么尖这个呢，黑棋现在就不太好往这边加了，因为往这边加呢，这个子明显是要被吃掉，被吃掉这个目数太大了。关键黑棋从这头加过来呢，这底下我们看它底下是露着风的，这地方一加都是露着头露着风的，所以这边呢实地啊并不充分。那么要单纯的去经营这个中府又风险比较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职业的高手都不太愿意为大模样这个在等于武功正术那时候的宇宙流现在已经失去了传人了，现在很少有人下这个宇宙流，因为这个大模样风险太大白棋现在你围一个，比方说你这样围一个，白的就这么硬生生的进来，这个黑的究竟能不能够吃掉？现在这个棋大多数棋手还是没有这种吃棋的勇气，所以呢，实战呢，黑棋是选择跑出来了，还选择了飞，那么白棋跳，白棋呢就借着这个黑棋逃跑的步调呢，在上边获取实地黑棋接着点这个，这步棋很凶狠这步棋有点过分的感觉，但是他有他凶狠的一面，他期待着白棋挡住以后他压住，这样呢黑棋就可以顺势的整形了就把白棋给他在逃跑的同时还把白棋给压制住了，这是想法是非常凶狠那么白棋如果说反击呢，如果你跳一个，那么他就冲下来，他这个冲下来以后呢，这地方有个挖，他有个挖完以后拖过，所以白棋呢要想吃掉上面也不是那么的轻松，而且黑棋冲下来以后对这个子呢已经形成了碰伤，当然你白棋要是吃小点那是可以的，如果黑棋冲你再跳，这样呢你是可以把上方给吃掉了，不过下边这个被冲下来以后力是先手，
那么黑棋这个字斩获下来，黑棋同样也有不小的收获啊。我们来看范廷玉的，范廷玉实战的下法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啊，这个他的感觉很独特啊，这个地方体现了他很高的一个水平，作战水平。他现在呢这棋飞这个啊，这个确实是大出啊很多人的意料。那当时当点的时候，白棋一般棋手的第一感就是要么挡住要么就反击，大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三种感觉。他突然间从这个地方发起攻击，这个思路确实是很独特的，然后我认为也是此时非常漂亮的一手。当这手棋出来的时候，慢慢的去思考，慢慢去品味，发现这步棋确实是很漂亮。他的意图是什么呢？他的意图就是你不是想冲下来的吗？那我先把这个飞住，飞住呢对你这个脚上进行压迫，我连上以后我这块变厚，当我这块变厚的时候，你冲下来就不具备攻击性了。你冲下来的时候，我自然从这头跳出或尖出，那我就攻你吧，你这两个子变成孤棋。所以这招棋是后发制人啊，在这个地方先不硬，先把自己走后，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认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思路。他飞这个，然后黑棋爬长，现在黑棋也不冲也没棋下，不冲的话当时点这个子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了，所以硬着头皮呢也要冲。不过或许他这时候稍微柔软一点搭回来，我看算了，应该比他实战强啊，这样搭回来算了。不过这样呢黑棋气势上啊确实有点吃亏啊，我气势上稍微有点软，但是可能搭下来要比他实战好。我们实战看螺旋忍不下这口气要冲下来，那么白棋拐，白棋走得很厚实，现在呢黑棋如果说做活，那么白棋自然把这个尖出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黑棋上下两块啊，明显是黑棋苦战，到处都是白棋的子，这黑棋只怕要崩。所以实战呢黑棋选择脱线把这个给扣住，但扣住了之后这被一尖啊，这个局部啊是做不活了啊，只能是个打劫活。我们来看看这个局部，黑棋爬，那么白棋搬，黑棋如果说直接走的话还做不活啊，比如你挤，这反正这个局部还得先搬一下，对不起，这地方它得黑棋的次序得先搬一下啊。如果你单爬，我们看这一粒就已经死了，你挤它接上，然后来看你挡住的话它就一搬，这个局部是做不出两只眼的啊，头就点一个就可以，这样 AB 见合，你尖也不行，尖它只有一个个收就行了，这正好是做不出两只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尖这个，尖这个的话看起来这个眼是确保了，但问题是啊这个棋形不是眼，它可以单挖，单挖黑棋正好做不出眼，你吃一搂就死了，挡的话一接就可以啊。所以黑棋这个次序的他得先搬啊，先搬一下然后再爬，但这个时候呢白棋有打一路的好手啊，这个时候不要去打拔，打拔到黑的就活了啊，打拔掉我们来看，打掉黑棋挤先手，那走这个人他就活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白棋打一路才是正确的次序啊，打一路这个你看，如果你接上那么还是还原啊，白棋一搬，黑棋依然还是跟刚才的结构啊是一样的，还是做不出两只眼，所以黑棋呢只能是猴这个，
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打结活，才能做一个打结活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黑棋是很苦，局部打结活还必须得卖掉这个扳，这个扳我们看到扳完以后就白棋形成一个虎的形状，这边一虎要过去，这边已经变硬头了，这边还打了结，所以这个图呢黑棋不敢轻易的做活。所以这个棋白棋接到这里的时候啊，白棋早早的就确立了这盘棋的优势，布局上的优势。黑棋还是这步棋太过分了啊，还是应该扣住，没办法，这个时候是冷静啊，需要冷静。你要再拐我就一个个尖，反正这两个就见合了，你要搭我呢我就做活。总之呢我总好比实战强一点，实战都快死了啊，这样的棋还战线还长。现在黑棋一冲下来，还有白棋单尖，这块棋我们讲了是打结活，那黑的目数就亏的比较多了。白棋尖，然后这个时候黑棋破线逼住，现在黑棋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啊寄希望于这个中府了啊，这个实地肯定现在是不够了。白棋四个大角啊，尤其这个角相当大，走，白棋搬出啊，这是先手便宜两下啊，黑棋不敢长啊，长的话白棋就去接一个，这局部啊吃不掉，封不住白棋啊，所以呢只能是断。那么白棋这地方又畅快一下，这很舒服。那么黑棋的形状啊很坏，这个时候范廷义下得很黑啊，一虎，这个非常黑啊。他要求呢，他不仅是要单纯的出头，如果他只是这么贴出，害怕背棋扳着啊，顺着掉走棋，他现在要这么出头，这么出头呢，憋着将来这立下去收你的气。他一立是先手，第一黑棋得阻断，那么这地方要被收气，那么白棋通过收气呢，会封得更厚实。这道棋也很狠啊。这一下黑棋就更加的被动，只能贴这个，没有太好的棋下啊。如果你冲出来呢，他这个是先手啊，这个冲断是先手，你就要补棋。那么你补一个黑棋一扳啊，白棋一扳，那即使加一个都可以。这个黑的有点吃不消了，这要被搂包。这个黑的啊，白的肯定是啊，黑的肯定是不行的啊。好，现在曾子还有力，还可以长出来啊，因为它断不掉，曾子是有力，这个黑的啊受不了，所以实战只能是委屈的连回去。那么白棋挡住，黑棋淡出啊，这个地方黑的无法接受啊，自己缩回去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他不断这个的话，我们看这里头。白的黑的还会很难受，一立这个地方还只能挡里头啊，挡里头以后将来这一扳呢、啊、如果说白棋外围比如说这个地方一旦有子的话，没有外头没有缺陷的话啊，这地方一扳很痛苦，黑的全都没目啊，全都没有目，你不能在里头走了，在里头走就死了啊，这一打吃这一点就死了，所以只能在外头走，等于这一块全都是被白棋全部收刮，这等于整块棋还有死活的问题啊，啊，单跳啊，单跳就要度过啊，等于这个整块棋还有死活的问题，所以看起来很大的一个眼被收成这样啊，局部还没有活，所以黑的吃不消。你要直接赌外头直接就出棋了，他一扑直接就有棋了。
嗯，踢他一大吃。所以看到这个棋黑的呢，这里面看似眼威很大，但实际上呢，仔细看了，一旦白棋周围厚的话，局部一立啊，黑的其实还是死棋。所以呢，螺旋必须得断这个啊，因为补回去太委屈了，只能断这个求外头求战。白棋压出了，不过黑棋虽然说吃掉了这个，还得花手棋吃，但是首先这边已经被碰上了啊，所以整体来看呢，白棋还是调子是非常的好啊。黑棋由于这步棋下过分了以后，整个棋啊现在就是已经处在一个有点崩溃状啊，已经处在一个崩溃状。黑棋跳啊，跳出，然后跳到这呢，但是白棋这棋还是没死啊，将来还是有可能能跑出来，但是你又不能这么吃啊，你这么吃是啊，白棋是不能跑的，你暂时夹死了。但是白棋这个拐有先手，这个黑的更吃不消，所以只能是吃大点。好，白棋这个时候脱先了，先抢占这个大场，嗯。现在我们看到刚刚讲过，这个局部是一个打劫活啊，白棋，但是白棋为什么不补呢？白棋觉得呢抢占大场更大，然后这地方你打劫活呢，他认为啊我这个力啊有一定的劫财，他觉得不怕打劫，他给你撑着。因为白棋现在全局也同样很厚，大家注意，现在白棋看起来厚很多，但是白棋其实劫财并不多啊，并不薄啊，黑棋没有特别多的劫财，所以白棋先撑一刀。你看螺旋走到这儿啊，加，还是现在所有的希望还是期待着这块棋能够围出一个庞大的实地，否则这个棋呢目数是肯定是落后的。跳点啊，这是一个好招啊，这是一个好招。现在黑棋冲不断，冲断的话这一吃黑的棋筋就被抽通了，那么黑棋正常来讲呢，只能是啊，只能是顶双柱。那么这个棋呢，白棋顶也可以啊，粘也可以啊，顶好像好一点。白棋就顺势把这个头给出去了啊。那么实战呢，螺旋呢认为这个棋啊如果被白棋顺利的出去以后，他觉得难以争胜，实战下出了强烈的胜负手。不过这个这部胜负手呢，从实战来看呢可以说是加速了这盘棋的死亡啊、嗯、所以说，不过但是现在这一棋说实话，他如果不拼命的话确实也有点下不动啊。黑棋断，断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旦你吃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冲过来了。有了那个交换，有了断的交换，他就现在可以抢先打吃一步。白棋来不及吃这个啊。那么如果你从这点顶出来，仅仅是捞底下这一点实地的话，这是不够的啊。这个实地还没捞到，待会儿一打还回来了，你要接着捞，那这边就太大了。我们看这个模样。太庞大啊，所以这个棋不能去贪这个小利啊。所以断的时候，白棋顶是正手啊，黑棋只有闭着眼睛退回来拐啊，下面形成了就是复杂的搏杀了。啊，这只能立，只能忍耐，因为你断上头的时候，外头是封不住的啊，外头不封不住，白棋只要打了，在底下粘一个就行了，就外头封不住，你搭的话它粘，它这个冲出来，啊，所以说呢，这样黑棋是不行的，所以只能是忍耐。
忍耐以后呢，白棋哎再冷静的做活啊，你又不做活的话，黑棋你再继续用强，黑棋一扳虎，你的脚上自身还没有活，这还欠一段啊，白的不行。冷静的猴一个做活，那么黑棋断上来。扳长，扳长过后呢，这个地方就留着有了一个冲吃啊，这一冲呢白棋就活了，所以黑棋呢必须在这个地方补棋。实战呢螺旋使用了一个强行破眼的一个补棋方法啊，把白棋的眼没破掉，但是呢他本身这条棋走完以后啊，他自身的气也很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有利有弊，到底是应该双这个好呢，还是冲了家呢，很难讲。因为他这手棋虽然灭了白棋一只眼，但气撞得太紧。这看起来呢好像下到这里呢，黑棋把白棋整个的给分断了，似乎好像作战是成功了，但问题是这里并不干净啊，这也是范定宇呢早就计算到了一个变化。这地方呢他冷静的一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杀气啊，黑棋很难吃得住白的啊，看起来好像白棋气短，但是由于这个地方黑棋有气紧的一个特殊性，哎，很难吃得住白棋。现在你要收气，尖是唯一的一手啊，你就不能扳它一拐。由于这地方你气紧，它实际上已经联络了，所以呢，你只能是尖这个。如果你要飞这个呢，黑的可以猴，啊，白的可以猴，猴完以后，我们看黑棋已经收不住这个气了，你收它打出来了，所以你只能双，双一旦松了这一口气，那么白的简单的收气就行，啊，或者扳这个就行啊，这气已经够了。接上，无论你走哪里，他反正就一个的收啊，黑棋怎么就是三口气的样子啊？黑棋从白棋从下面走，怎么都是三口气？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黑的外围是不能被白棋沿住气的，所以他尖在这儿。尖上呢，白棋可以拖，这还是不能顶，顶它粘上，你还是有一个不入气啊，这个扳不下来啊，是什么打吃先手，它单断就行了。所以黑棋也只能是扳这个，扳这个，现在白棋不能接啊，接的话接上，这样的话呢，白棋虽然说是也是延出了四口气，但是白棋呢不能从这个一路扳收气，从一路扳黑棋一打吃，白棋要自撞一气，所以这个有个特殊性的原因。如果是这样呢，黑白棋反倒被杀了，所以呢白棋要顶这个，顶这个呢黑棋只此一手，你挡住他一打就打通了啊，团住。这个时候黑棋白棋一冲，这是很巧妙，这个棋局部就形成打结了啊，因为你要是粘上呢，他就把这个渡过就可以啊，这棋呢是已经过去了，只要冷静的一粘啊，看起来好像白棋气很紧，但刚刚好呢全部就全部连回没有问题，所以冲的黑棋只能是打吃，那么局部就形成打结了啊。这个打结对于白棋来讲呢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啊，因为本来白棋黑棋一旦死了就全都死光了，而白棋死了呢这个地方至少还冲到了一下，这目数还便宜一点，就是这地方损了一点，白棋毕竟外头还有两手棋，负担更重啊。黑棋提劫，那么白棋加一个，这是劫财啊，因为黑棋如果说不走的话，白棋就简单吃，粘上一粘，你这地方要补棋，打了要打回来，但这个三个就被抽通了，这三个就被抽通了，
所以一旦打起结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早知道如此的话，这不冲了家似乎还不如双这算了，这样的气没有那么紧，没有那么紧的话，白棋早起劫财来说呢，就会相对困难一些，啊，实战呢一开始为了灭眼，但是这个地方出现打劫以后，这个当初的凶狠啊，反倒变成吃亏了，啊。黑棋加啊，白棋黑棋硬住硬劫，让白棋提，贴这个啊，这要搬。加这个啊，这也是个好劫材，因为黑棋如果消劫的话，这个棋筋被抽通，黑棋整个呢也没有任何便宜啊，所以呢这个也得强行撑住。贴，这棋呢黑棋要撑这个劫确实已经非常困难了，提，这时候白棋靠这个，这又是一个好手。这个初初一看呢，好像觉得这条棋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是不是劫材呢？那么我们来看，如果黑棋上方消劫，那么白棋把这个一接，这个一接以后，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地方一飞啊，这块这有黑棋的五个子啊就全部进去了，而且面对了白棋这个滔滔的后势啊，这块棋基本上是不可能跑出去。那么如果你要是跑外线，白棋这一扳相当严酷啊，这一扳呢黑棋几乎是没法抵挡啊，你就不挡，你要打这个呢，这边就被整个一搂，就搂完还全都又死了啊，你要拐出来也差不多，拐出来比刚才强点，但是白棋就堵，你这还是不能挡，这个挡一起吃这个呢也是搂吃，还是得回去，这被一搂包啊，这也不行啊，搂包完以后这块棋还是打劫火啊，白棋爬进去你打他打吃他打劫火，那么这块外头还有一块，所以呢这个黑棋也没有办法，只能是硬。所以搭的时候呢只能是硬，白棋提劫，这个时候黑棋全盘啊已经找不到劫材了啊，实在呢黑棋只能选择非常忍辱的接上这啊，劫材不够了只能接着这，但接着这呢痛苦在哪里呢，白棋现在以后一打还是打紧急劫，但是白棋现在已经可以不着急去打劫了，可以自造了，因为你黑棋补起来已经很痛苦，你补的话只能补在这儿，我在将来这边呢虽然说没有棋，但将来这边的官子又不一样，总比刚才被黑棋一手拔过来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站在这的时候呢白棋已经非常好下了啊，实战白棋继续续，白棋没有直接开劫，直接开劫呢他觉得这续的时候提了不是更好，他现在单续几，单续让白黑的反倒很痛苦，因为你要挡住的话黑棋白棋就直接吃痛了，就不需要靠那个接，你还欠着一手棋，那么你接这个呢他就慢慢拐，这边随时一个接就打爆你，那边你这边的话已经无法收拾了啊，所以顶这个的时候呢黑棋只能选择提劫，只能选择提劫，那么白棋再把这个给冲出来，还把这个冲出来，我们看到这一棋下来，现在黑棋几乎是已经形成一个崩溃状，现在还是这个地方还是不能跑，跑出来了白棋刚刚讲了这接完有一扳这还是死了，所以黑棋呢只能是打吃这个，打这个呢白棋把这个吃通啊，这不能长，长的话这一打这个后面这两个字就被黑的拔起来了，那一打跑不掉，你白棋把这个吃通，黑棋提，白棋渡过啊，把这个官子再给收掉，因为不渡过呢黑棋扳接是先手
啊，大家注意这个黑棋扳尖，所以是个双先关子。但是呢，黑棋又没有时间去走这步棋。比方说，你要是这个时候去走这个，但是白棋会立即长串，因为这角上打吃啊，白棋还是可以打劫，啊。这地方没有进死，他给你打劫，然后这一长以后，这个目数还有加上这一扳，就大的要命啊！所以说黑棋啊，没有机会抢到这个诱人的关子。你白棋一渡，渡过以后，白棋是变成了白棋的先手收官啊！不立不走的话，一立黑的就死了，所以打吃，白的先立一下啊，这比较细腻啊，立一下稍微便宜一点，粘上。这样呢，战斗告一段落。将来这个地方呢，黑白棋一提呢，黑棋还得接上。这样局部是没有棋的啊，局部白棋收的话，黑棋就打吃。这样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手段啊。嗯，你要是尖，他提，你吃进去。他可以提这个，啊，这不是打劫，大家注意，这是个连环劫。你提的话，他提这个，你提再提回来，他再提这个。总之呢，反正白棋这个棋没有，不是打劫，是个连环劫啊。所以像这样的黑棋呢，啊，白棋也没有继续去追究黑棋上面的味道，先把这个拐过来。把这个棋后实的给压缩了，我们看这个棋拐了扳，那个啊，说明呢，范廷觉得优势已经很大了，因为开始逐渐的求稳了。其实这个棋呢，白棋其实飞进来是完全可行的。哎，这块棋是活棋，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还有个不入，因为这个气不能紧，紧的话就扑死了。所以白棋这块棋局部是活棋，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它只要飞出来的话，黑棋冲断是不太怕的。冲断白的打了虎一个，这是绝对不会死的啊！这头还是软头。所以如果说形势还是比较接近或者比较紧的话呢，黑棋啊范廷钰肯定会飞进去。实战呢觉得范廷钰觉得优势已经很明显了。选择了很稳健的破控啊，这样呢，从控上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没有实战啊，没有飞进去呢破得更多，这样只能连扳着围。那么长贴。白棋把这个给吃掉啊，这手棋也很大。吃完以后呢，这里头还有味道。黑棋强争这个头，这样白棋就可以跳进去。跳进去啊，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如果说你要冲断，如果说要冲断。啊，这个味道会相当的坏啊，这个棋。但是有没有棋？啊，棋还是有的，嗯，他就，我来给大家摆一下，他就打这个，打吃。战场，这时候他两种，好像两种出棋方法，他一个是搂打。搂打完长，这都是命令型的，然后一提劫，这里面就形成了打劫了啊，这是一种出棋方法，这是打劫。好像还有更好的，白棋现在单跑好像更严厉啊，单跑更严厉。单跑我们看，你不能吃这也吃死了，那么你
吃这个呢，白棋可以先尝一下，啊，或者打也行，反正延气两下。然后一粘，这样提劫跟这个吃见合啊，这也是很简单的出棋了。那么不打这个，只剩下打这个，打这个也一样，白棋接是先手，就要打劫，然后他这随便一打，这打是先手，怎么一吃就黑的总是死了。总之呢，这个黑棋气太紧了，所以说呢不能去冲断。然后虎了一个黑的，白棋连回去先点一下，接上再双，那么黑棋冲掉，这样白棋先手破空。前面搬之前呢，黑棋接跟这个立做了一个交换啊。黑棋冲完以后，白棋现在获得了先手啊，白棋继续拐，这个下的也是，范廷钰也下的很黑。其实这个棋我感觉他这个时候只要把这个劫给补掉啊，就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打劫补掉，这肯定是赢很多了。但实在呢，范廷钰肯定是仗着觉得自己劫财啊明显有利，确实是我们看看，当白棋把这一拐的时候，好像白棋全盘几乎是看不到什么劫财，只有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那黑的劫财就太多了啊，白棋确实劫财有利。强行再捞一票啊！这个螺旋这个时候基本上也是进入绝望了啊！最后的搅一下，把这个结给做出来，搅一下。好，这个死活刚刚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来。做眼，继续提啊，这可以继续提，因为你还是不能猴做眼，做眼这一挖啊入不进去，还死的。所以这样呢，必须得强撑这个劫，才形成打劫。打劫呢，但是问题是这个劫财是明显的不够啊，因为这白棋还提一个还不清不楚的，那劫财很多了。所以呢，黑棋断这个打吃提劫。白棋扑一下，提。这时候啊，螺旋呢一看这个劫啊，确实不好找。现在呢，你现在看得见的，你就这个棋可以找。这找完以后，但是白棋这一打吃是个劫，黑棋现在冲这个不是劫财，但是你要冲这个呢，白棋会提，提完以后白棋这个提又变成劫财，所以呢，黑棋已经找不到劫了。就是被提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劫了，所以呢实战呢是挤了这个，但挤这个呢局部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吓死了。我们来看这个棋，挤完以后这局部已经死了，你提它就粘上就可以。不过呢黑棋确实也没有好的办法啊，这最后也是可以说是寻头场了啊，提，然后白棋这时候就接上打吃最后的一脚啊，打入在这儿，白棋就老老实实硬住。现在黑棋呢啊，如果普通的走呢，白棋上面已经连通了，那么就直接飞过，这个黑的就全部死光了。实战这硬着头皮下来，但是也死得很清楚啊。白棋一虎一扳，这个棋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啊。现在下了这呢，那个螺旋啊韩国螺旋就认输了。现在要走呢，只能是接他一段，这就没什么变化了，你只能拱出来。我们看他这个是先手，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他就搬就行了啊。你打吃，接上，你打他长，接上，搬。
你拐的话，他先贴这个，贴的话这上面只能跑，然后再一爬，这就一气就把黑鸡全部闷死了啊。所以这盘棋就是下到了这步班。下了这步班，也就是184手啊，这个螺旋就中盘认输。这盘棋呢，范廷钰是下得非常的漂亮啊，从头啊赢好到尾，然后呢，整个是压制住了螺旋，也是成功的报了LG 这个比赛的一箭之仇。两盘棋两位新锐棋手的这两次交手呢战成1-1，不过从内容来看呢应该是明显范廷钰啊要占优势啊，因为 LG 的第一局我是讲过这盘棋，我是很有印象，那盘棋也是范廷钰一直大优，但最后在读秒的时候呢，后半盘啊读秒的功力没有螺旋深厚，被螺旋各种各样的关子收刮，最后呢最后阶段如果范廷钰不拼的话也不多不少只输半目啊，其实呢我觉得范廷钰确实很受伤害。这盘棋啊，范廷钰通过自己强大的力量啊，整个的控制住了局面，可以说是不仅报了上次的一箭之仇啊，这盘棋呢确实是下得非常的漂亮啊，尤其是这步飞啊，前面这步飞，当然杀这个整盘棋杀局的过程中呢，白棋有很多精彩的手段，比方说这个加，当然我认为这步飞是最漂亮的啊，因为有时候计算这个东西啊，有时候计算的东西，可能职业棋手他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也最多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差距，啊，水平高的可能算得快一点，水平低的算得慢一点，但是呢，这种飞的思路啊，确实是。有些棋手是做不到的飞啊，把自己连后发制人，这个思路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思考的。那么这盘棋螺旋之所以早早的就脆败了呢，还是这步冲太冲动啊，这步冲过分之极啊，如果说把这个棋压住，这个棋还很漫长，当然我们觉得白棋的步调还是更快一些，但是呢那种优势离这盘棋整个的胜负的流程离胜负来讲还比较遥远。当这步棋使得过猛以后，这棋就很难办了，就是冲下来以后整个局面就已经很难控制了这个地方冲下来只能硬着头皮盖，但是这个角被杀掉，我觉得螺旋可能是不是，我很怀疑他这个死活是不是看错了，他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棋一尖，他本来以为这个或许他认为这棋尖呢，他这棋是活棋这是他可能我认为他可能有失误的地方，否则的话不应该会想到去扣吃这个子而放弃这个大角，按理说是不应该的我认为他或许是这个地方死活出现了错觉，他以为是进活，但实际上这个一尖以后这局部打劫，这一下插了一手棋，所以说这个棋呢后来黑棋就一直是特别的难下最后呢就是这个胜负就最后这个胜负手的时候呢螺旋可能对局势确实缺乏了信心，下了更急的一些，所以断完整个下完以后基本就没机会了。当然呢，范廷钰在这一代的计算表现也是非常的精确，下得很漂亮。总之呢，这盘中韩之间这个95后的新锐的对抗呢，范廷钰拿下了一个很关键的一战也是下得也是很漂亮。那么好的，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